铁挑战赛鸣枪开始，选手立刻穿上运动装备，个个磨刀霍霍，一路向终点，充满斗志。但才一开始，这里吗？你知道在往哪里吗？骑完单车要往下一关修蛋呢，竟然迷路了，到底哪是哪？在往哪边走吗？不太晓得，这边吗？好不容易找到正确路线，但状况又来了。亲爱的停车场，你哪去了？下去吗？对啊，这就可以啊。单车停好，已经满脸通红，冲到游泳区，奋力一跳。他没有拿桶子，他要去了。他忘了拿指定道具浮桶，不算过关。有网友上岸，微风吹过，头发自然摆动，说不出来的帅。拿起弓箭，我也是神射手，但现实是残酷的。箭没上靶，却射到椰子树，还差点拔不出来，超级糗。好吧，下一关吊钢索，顺利通过，找回场子。结果，下面有一个小，哇，撞到了。脚撞到水泥墙，超级痛，用手揉一揉，继续比赛。特战八田挑战赛，关卡多，场地大，难度也不低，参赛者闹乌龙，状况百出。我鬼打墙了。记者吴国正、王书宏，高雄报道。